面会有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我们不能看，不能闻，只能通过触觉来感受它是什么。是猜不到的，就是猜不到吗？看到的人原地把它吃了。是，我还好。来，开始吧，开始吧。你可以盯着相机，你不用闭一闭。咱俩没摸到地呗。往里一点，往这个是一个什么渣渣？靠你那边。渣渣。我觉得它是一个圆的，有一点水，是个果冻吗？果冻。好，下一位。加油！不要爬！碰到了，碰到了。我碰到了吗？嗯，碰到了。碰到了吗？想杀一位。你要是一直这样摸，它可能会对你有攻击性的。你用手掌铺平的去扫描一下。鱼50%对了，已经50%对了。风扇泥鳅咸鱼沙发有个80%沙发沙发王宁猜到了，王宁猜到了。黄辣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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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眼睛，眼睛，哎呀，没有傻子搞活的东西呢，真的傻。你是活不了吗？你这样吧，你就使劲摸它。黄小曼，加油！黄小曼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。你摸中间，扫描。不是你放，你等他来找你，你放那也行。什么？你就放正中间吧，会来找你。往下，往后调。紧张，往靠你那边。脑子我也很紧张。靠你那边一点。快，你要瞄准。我不敢，点。声音都惨了。2厘米。嗯。生命安全，大伙，人好累呀！还在打碟，不能打碟，我知道。
有吗？螃蟹。不是。不是。花甲快，花甲。他猜错了，他错了，他猜错了，经典了。可可是硬的。可可硬的。生蚝。把这个提示。还能吃，但是你需要吃。真的吗？应该是活的，但是应该会不会咬人啊？田螺，大田螺，石头。石头。就。下期以更吓人的物品再见。